今天是2021年10月16号，今天咱们来到那个灵宝周家园村。大叔，你贵姓啊？林贵姓杨。啊，这片园子咱今年使用几次小颗粒啊？三次。三次是吧？嗯。你大家可以看一看，咱杨大叔这片果园整体来可以看一看，现在上色都比较好，而且个头啊，你看大家看一看我这个拳头。是不是都在这啊？在这边总体来说像我这个拳头大小都在85-90以上了。大家都知道今年啊都是因为多雨的一个天气，咱们现在现场测量一下使用了以后巧克力这个苹果的重量，大家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个秤现在是零，这一个苹果是7两，咱再换一个啊，这个有多少？也是367克。也是7两多。这一个也是350克，对不对？咱现场品尝一下这个杨大叔这个苹果，看它口感怎么样。哎，哥，你看，我妈给你打电话。使用巧克力以后，这个苹果是这个汁儿发淡黄，我。目测我现在吃的这个口感在最少是16个以上了，但是今天咱们没有拿这个测量仪，但是我目测的口感是非常好的，大家可以看，这已经有能看出来吗？有冰糖心了。你搁这光照啊？好，现在能看见了。能看见吗？是不是？现在已经有冰糖心了，冰糖心可以食用三次以后，你包括食用巧克力以后，你看现在这整片果园这个叶子现在还有绿油油的，对不对？大家看一下这个一路之隔，这个对面这个园子，哎呀，你可以看很明显的相树太大，是不是？这一路之隔啊，一路之隔。在清季下含糖量还高嘞，对对对对，它现在时候今年主要是雨水多，冰糖心已经上来了，冰糖心上来了，在清季下它含糖量还有高嘞，对，今年主要是啥？雨水多太多，因为两面时间太长了，明年还继续使用吧，还要用，好，谢谢大家。